4月16日，谢娜在微博晒出两张照片，配文自拍一般是这样的哇。照片中，谢娜一手举着镜头，一手摆出胜利的 V 字形手势，面对镜头笑如春花，明快爽朗又灿烂，朝气十足，穿着 T 恤格子裙，少女气息十足，看起来心情非常好。粉丝纷纷评论，哇，这个小姐姐真好看，自拍的原图赶紧马上立刻发出来好吗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